哎呀，这回可算准时了，这回呀。这回还算挺准时的啊，我跑得快。哎，这回这菜方方面面挺。哎，你这啥意思？给我叫号菜呗。哎呀，我可能跑晕车了，有点。这都咋吃了呀？啊，快走！迟到了，差评。我就迟到一分钟。差评。我告诉你，你听我也没有用，我先不给你点差评了。喂，你这几个硬菜呀，喝这样的？什么几个菜？我几个菜，我也取决于你定几个菜。你定一个菜，我就一个菜；你定俩菜，我就吃俩菜呗。你这个啥子？我说我的菜怎么少了呢？我操你个妈的！我合计你这两天头不梳脸不洗就来送外卖啊！我以为你多勤快的，娘，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个小骚凯子，你瞅啥啊？回家了，回家。这外卖啥才来呀？就那年嘛，大哥，就那年嘛呗。对，明天。去吧，外卖啊！等会儿差点事儿吧，你有病吧？那我200块钱不白花了吗？来，这回还挺准时的啊！啊，麻烦给个5星好评。我这饭在这，我菜呢？我点的干豆腐卷大葱啊！哎呀，麦，我拿错了。干豆腐擤大鼻涕，你飘了呀！外卖给你，我走了。等等，不是，我这边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差评！咦，包的，包肉包的。菜呢？啊，粥呢？落家了。这回我必须给你个差评，手下留情。不，差评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啥呀，回来呀？呀妈呀，值班上了。也不行，也不行。啥玩意儿不行啊？外卖给我。妈呀，自己拿。哎妈！你这干啥？吃个饭还得拿炮轰？你这外卖啥时候到啊？啊，我还有2分钟就到了，你放心吧，我这边有规定，要是迟到了呢，赔偿你50块钱。你外卖到了。等会儿，你的赔偿50块钱还有5秒、4秒、哎、3秒，拿着，2秒。啊，拿着吧。妈呀，我又来了。我早上7点钟订的早餐，你晚上5点钟给我送来的，你是唐僧啊？啊，你历经998是一难呗。啊，没有，我就一难。我给你送外卖前困了，我回家睡觉来的。